太平云梯，太平标高1000，还有犀牛停车场，这里就是梅山乡太平村，这里就是太平老街。走进去就是太平老街了。太平老街，哭泣图书馆。太平老街，没有太多东西。而警察局进来就这样，橄榄，然后这里就比较热闹了。新贵派，特别哦。高丽菜包。这个多少？50。有鲜虾贡丸。地瓜球，锅渣米，这也是超贵。是五二，进来其实也很多东西。五斑肉桂，这边太平老街，银杏果，卖的东西还蛮多的。海拔1000公尺，你看山上还有雾气飘下来。那这边就没有了，大阪栗。20年前，这边是要入围。
然后这边就没有了。哇，太平云梯的夜景居然这么的漂亮。木鳖谷，你这一个多少木鳖谷？他妈这个是做粉的。哦，做粉。做粉粉的酵素。哦，它是做成那个。做成那个像泡莲藕粉。莲藕粉吗？不是芝麻素，但是我们做粉到我们。哦，芝麻素哦。可以撒在饭的上面，菜的上面。哦。周煮的烤肉，哇哇，漂亮吧？那上面种的不知道是什么，上面还都有雾。太平云梯果然是有云，都起雾了。啊，都起雾了，漂亮。